黄豆的传说农业谚语说，庄稼一株发，全靠肥当家。不过据说黄豆不施肥反而能硕果累累。中国民间有这个传说，西汉末年，王莽乱政，绿林、赤眉等农民起义，天下大乱。那时刘秀欲拯救汉室江山，遭受王莽军队追杀，只得逃难要饭。成熟的大豆植物生长在栏位中的特写。某日他路过一田饭，看见有位农夫在稻田里耘田的边放住饭篮，便向农夫讨碗饭。农夫施舍了些饭给他，刘秀狼吞虎咽的把饭吃完，一时感到内急，就近在稻田理解了急。农夫看了非常生气，骂他并要他一吊。于是他把那堆屎弄到旁边的黄豆地上，他边一边说，这样一来黄豆不用再施肥了，可稻田缺肥了。相传刘秀是子雷行下凡做东汉的开国皇帝，金口一开，从此黄豆就用不住施肥了。黄金斑影养价直人门活，黄豆为绿色的牛乳，田中之肉蛋白质含量约40，是完整的必需氨基酸。注意，素食者常以豆制品替代，肉类成为蛋白质的来源。黄豆营养价值丰富，有豆中之王之称，脂肪含量居豆类之冠，出油率达20%，不含胆固醇。一斤黄豆含磷2855毫克，是大脑运作不可缺少的物质，还有钙、钾等矿物质，以及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E。 黄豆有养颜美白功效，小兵立大功。黄豆抗病功效多，黄豆含多种抗病成分，将其功效归纳如下：一、养颜美白。大豆异黄酮是天然的雌性激素，有助于延缓女人卵巢老化，刺激皮肤新陈代谢，保持皮肤润泽细嫩。黄豆中的亚硝酸牛可阻止皮肤黑色素的形成，古时唐朝人用黄豆粉配制枣豆作为清洗手面的清洁护肤品，是官吏贵族平民百姓必备的美容品。正如孙思邈在《千金一方》中所说：“面之手膏，衣香枣豆，世人贵盛，皆是所要。”二、缓解妇女病。大豆异黄酮的作用类似女性荷尔蒙，能有效舒缓更年期不适感，降低骨质疏松症的几率。三、健脑，增强记忆，参与脑部功能的重要物质，如磷是合成卵磷脂和脑磷脂的重要成分，可增强记忆力，延缓脑功能衰退，抑制血小板凝集，防止脑血栓形成，而钙是脑代谢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。四、清除自由基，皂素能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增强免疫功能，具消炎止痛作用。五、抑癌抗瘤，抗癌成分如大豆异黄酮、皂素、胰蛋白、抑制剂等。六、预防心血管病，植物固醇流降低血液胆固醇的功用，钾可协助排除体内过多的钠质，因力降低血压。七、调节血糖，抑郁闷对糖尿病具疗效，大豆纤维能调整血糖值。八、补脾益气，清热解毒。古中医提到黄豆能补脾益气、清热解毒，神农本草经记载，生大豆味甘平，除臃肿止痛，食物本草会转说，宽中下气，利大肠，消水肿毒。做豆浆时可以加杏仁来增添口感。黄豆食疗养生食谱，甜豆浆，将黄豆以清水浸泡4小时以上，装入豆浆机的杯子内，加适量冰糖和清水，煮10分钟后即可饮用。变换吃法，可加牡蛎杏仁增加口感，添酒栗枸杞子益补肝肾，或换成树栗去和红枣可补脾胃。降压豆浆，将150-200克黄豆泡数小时后，连同海藻、海带各30克一起煮汤，加少许食盐或白糖，糖尿病患者忌用。调味食用，疗效有降压、软化血管、散结的作用，适用于高血压、单纯性甲状腺肿、慢性颈淋巴腺炎等病。禁忌身体虚弱、怕冷及大病糖稀者忌食。治贫血，将100克黄豆洗净泡水4小时后，煮至皮裂豆熟时，加入切片猪肝100克，盐少许，煮熟后分3次服食，连服3周，疗效可治贫血、面色萎黄、营养不良、夜盲。中国古籍延寿书记载，豆腐和醋一起煮能治疗痢疾。黄豆饮食禁忌，食用黄豆的禁忌有：食用黄豆禁于芹菜一起食用，有严重肝病、肾病、痛风。一点，消化性溃疡患者禁食，腹胀、胃寒、易腹泻、急性胃炎、慢性浅表性胃炎和肾结石患者，以及常出现遗精的肾亏者不宜多食。生黄豆对人体有害，需煮熟才吃，不宜一次摄取过多，3岁以下小孩不可用。黄豆粉作为主食，既和优酪乳、虾、水芹菜、芹菜、菠菜、猪肉、核桃、燕窝一起食用。挑黄豆分腰裂，观颜色看质的挑黄豆，一看皮色，二看质，三看其色，四看水。总体来说，肉色好的就是上等货。一、外皮，外皮色泽暗淡或无光则为劣质品，外皮色泽光亮前进才是上选。二、质地颗粒饱满无破损虫害没变肘为优。三、其色优质品的豆皮颜色呈黄白色或淡褐色。四、水分，咬一粒生黄豆若发生清脆，表示前燥品质佳，如果咬下去很软，就说明它潮了。五、肉色，咬开后查看豆肉，深黄色者含油量丰品质佳，淡黄色者含油量较少品质次之，而灰黑色的就是坏豆。